出进行简单的说明。来，同学看一看可判的部分了哈。好，同学看一下，就是呢，我们在上一堂课啊之前哈，我们在抉择信仰，那么我们已经寻求了义父，也抉择了义父，那我们是抉择三宝，那么呢，我们赞叹三宝，赞佛的功德就是智证法身、诸佛无量、本师悲愿及三德圆满，然后呢，赞法的功德是法应三欲、正法是身，然后接着下来呢，还有就是，接下来就到赞身的功德了。那赞身的功德里面有身且本质跟身且的功能啊。然后在上一堂课啊，我们就有提到三宝的类别，就是离体及实相。那我们呢，在上一堂课的离体实相哈，有就稍微拉近现在的僧团，马来西亚的佛教状况是如何的啊？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啊，那是非常好的，因为呢，接下来同学你一定要了解目前大马的状况跟理论上的差距在哪里，因为大马的国情蛮复杂，有南传、北传、藏传，形形色色啊，那你们一时是不容易判断啊，所以呢，这些课题啊，过后你们有都可以进一步再问师父的哈。好，同学，我们今天的教学范围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那就是会进入到来皈依仪式，然后呢二种修习，今天预计啊可以到皈依功德，甚至是皈依体心，可能今天可以完成就是这个皈敬三宝章也不一定。好，好了，同学，我们就去到皈依仪式来有请，就是汉强读一读哈。十皈依仪式，知识进行受皈依法佛法僧。一，先要恳切忏悔，生恭敬心、敬敬心。二，常跪合掌于皈依本师前，依师长教导自立誓愿。一，进行受皈依佛两足尊。二，进行受皈依法离异尊。三，进行受皈依僧中众尊。乃至命中护生，十一供养三宝，知心修供养。一以至诚心、恭敬心来供养三宝。一供养佛，礼拜、赞叹、供养香、华等庄严具。供养法，书写、印刻经典。三供养身，供养衣食、坐卧具、医药、日用杂物等。二最上的供养。依从如来的法教，听从僧众的指导而切实奉行。好，感谢。我们先进行说明了。师父忘了，同学，你们收到的讲义是画了重点，是没有画的。画了的哈，那就直接进行解释。来，同学看一看了。我首先就是他的皈依仪式，他说自是进行收，这个是誓缘呢。同学进行受就是直到死为止哈，寿命已尽哈。同学啊，关于这一个啊，知识进行受是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在佛教里面对不对？有我们有几种仪式啊？比你啊去商场哦买的任何食物哦，都打汗粉还要厉害，因为我们的食物一定要问的功啊。再说打寒粉的嘛，才可以打寒得够久嘛，对不对哈？这几天呢，那天有人供养是不是一包啊，那种真空包装的那个绿纸哈，我一开哈，我没有留意到，他讲一定要马上放冰箱，不用两天马上就发霉，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没打寒粉，哈哈。其实讲俗，这个是比较俗称，就是 preservative 哈。其实啊，在我们的界面也有所谓好像 preservative 打寒粉这样的。就是说你立了个誓愿是它会有时间性的。那么呢，首先这个三皈，首先先讲就是这个八关斋戒哈，谁有受过八关斋戒的举手一下。OK， 好好。四月八关斋戒可以大汗多久啊，受一次啊。
会打很给我呀。那本身就是要我们那个结很多力的，那个达汉是他的名字是马来文上达汉。不是 ，OK， 大概维持多久？一天一夜吧。啊，不管在就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参加是你就受戒，明天清晨就受戒的了。他答案不久的，答案不久的。OK， 那么呢，除此之外哈、哦，如果说五戒哈、哦，五戒也是进行受到你死为止，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一世往生了，对不对？你来世投胎哈、哦，他那个戒体不见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戒力是最厉害的。可以答案很久，就是到你未来世啊无止境的，那个叫做菩萨戒了。说了菩萨戒的举手一下，菩萨戒有说，没有人说好、啊、菩萨戒是最长久的。根据啊，就是他们所讲啊，就是戒律上的意义是，你受了哦，进未来期，除非你自己舍戒。就是啊，你自己重新在佛前说，哦，我要舍掉菩提愿，我不要再成佛了，我不要再进未来界度众生，你把它舍掉、哦、才它就会舍去掉了。那它这个愿呢，它 power 在哪里、哦、它 power 是让你没有办法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让你证不到果。因为呢，成佛的人是不能够证果的，因为啊，他证果啊。正果跟成佛啊，两个啊都是体验到都是涅槃来的，但是啊，佛跟声闻啊，涅槃差蛮远。那么在相的部分呢、啊，哈，佛是三十相八十种好，声闻没有，因为声闻的福德修不够的。涅槃大家一样，大家都已经是了生死了的 ，OK 但是呢，佛的涅槃更深刻，禅定更深刻。佛的禅定，如果我们遇到佛啊，我们遇到声闻阿罗汉呢、啊，他最多关我们可能到五百世啊的因缘，只可以看到前五百世罢了的。但佛是可以无止境的，啊，所以呢，但是佛要修成呢、啊，就要三大奥真子劫，很漫长的时间的哈。啊，不过这个时间如果是站在哈、哦，你上这天界的立场来看，它又时间不会太长，好，因为你们打坐修定修得好。一小时好像一个刹那，所以它时间的概念呢，一进入去这一种、哦就是一种打破时间空间的概念，它也是数字是对我们有影响罢了。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戒。那我们今天谈的三皈依了，哦，它的 expiration 也是一辈子罢了的。所以呢，它的那个戒体啊，它那个 function 哦，它不会 carry 到来世的。随便到啊，就是你到了来世哦，你会成为外道是正常的。你不知道，因为你忘记了。嗯，不过啊，他是这样的，如果你啊今生呢、啊、哈是一个虔诚佛弟子啊哈，那么一般上啊，你今生一投生哈、啊，你会很有第一眼缘的，我们所谓的一见钟情啊哈啊，你第一眼缘的，就是、说哎，你看到佛像，你很欢喜的。嗯 ，OK 哈，可能你早本来你本来都是基督教家庭，但是就是没有那个 feel 的。但是一看到佛像第一眼缘，看到观音哎第一眼缘，他有所谓第一眼缘。那这个第一眼缘呢，你讲不出缘故，然后你又从来没有见过，你已经三十四十岁了，但都没见过啊。我们只可以推到去前世的，那你前世经常啊啊就是看他修他念他忆持他，就会产生一见钟情了。那这个跟你们呢？就是遇到你们的情人一见钟情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啊，他那个缘一 click 到一看到，哎，你知道这个就是陪你一辈子的人，你会知道的，你会知道的。然后呢，你也知道哦，这个人、那个情不深的，感觉好像是在还债这样，你 feel 得到的。那宗教也是一样的，哎，你觉得这个哦，啊，这个是我应该是什么的，就是 commit 过。因为我们同学啊，其实从你的修行就知道。因为一般上啊，前世啊，他有修过止观的人呢、啊，今生禅定很好修的。我们有些人呢，修来修去啊，哈啊，像我们现在就上做神通品嘛，对不对？有报名神通品的举手一下，有在上神通品的啊 ，OK 好啊，举手有上好啊。其实坦白讲了，你们不用太过担心会修到神通出来，你应该担心哦，你可能那修一辈子，连一个初禅呢、啊，一粒蛋都修不出来。其实这种是。比较普遍的，你明白吗？你不那么担心，哎呦，我不小心吸到神通，哎呦，那个神通会怎么样？哎呀，我是觉得我们这边是要吸个蛋都吸不到，不要出产都难，不要说神通、
啊，所以我们有时也太高估自己了。嗯，啊，等下我们下堂课开始进入神通如何修，你就知道，还蛮难的，其实啊，看到哇，那么难的东西来的哈。好，所以呢，这边提到啊，知识进行受就是呢，你就是成为佛弟子哦，一辈子的事情，过了这一辈子啊，他就会忘掉了的啊，就忘掉，你就重新再来了，这样哈，啊，但是呢，像难看呢，其实我们北川呢，常常想到哦，我念佛法门，那么怕退转了，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南传呢，他们是不相信净土的，他们信心建立在哪里啊？谁有认识南传的信徒的举手一下，有认识南传的吗？没有，好像如果你跟他们谈哦，他们其实啊对三宝的信心哦是很够力的，嗯，是我们呢，啊，比较难，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背景的，所以你们有机会啊，泰国缅甸啊有认识他们的佛教徒，啊，尤其是缅甸，我住过一段期间了，啊，哈，过后呢我也读过就是调查听云调查缅甸人啊，的那种佛教信仰，哇，他们真的有点疯狂了，嗯，他们疯狂到怎么样？你们知道吗？你们有听过巴干对不对哈？这个我也跟你们讲过哈，这个地方哈，啊，你们看了这个地方哈，啊，同学，巴干呢是叫做万塔之都，你知道吗？哈，为什么会万塔哈？原因就是因为啊，这些佛塔全部是人民盖的，你知道吗，同学？哦，是人民盖的，我不是政府盖的哦。我看那个论文，他讲啊，哎呀，造桥铺路，你不要找缅甸人，他讲那个是政府的事来的。哦，盖佛塔，哇，全部涌着去的，哇，他们很舍得花钱盖塔的。然后他儿子啊，短期出家，哇，他请问全部刚蹦的人来吃的，就一直有点像我们这边的马来人这样的。嗯，他们呢，啊，很有那种土族的性质的。他可以倾家荡产哦，请完所有人来，然后呢，由儿子短期出家，跟我们要请人表演戏剧啊，演佛陀的本身，然后我一定当然不用讲的啦，我们这个村落的寺庙的法师全部请来一起共振这样，哦，共完了，哎呦惨了，我破产了了，这样子的哦，哎呀，所以啊，我们是比较难理解了哈，所以你有机会是你到泰国缅甸了哈。去认识一下那边的佛教徒，你就知道，哎呀，我们的前程真的差得远了。所以我以前呢，我坐飞机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个缅甸的法师嘛，坐飞机嘛，那么呢，他的行李是多过头嘛，这样嘛，我讲，哎，你可以放去那个脚下面那边，我们坐下面那边嘛，哈，他说，哦，不能，我这边里面有佛经，不可以的。说哦是哦，我讲对了，好有佛经是了哦。然后啊，他不只是这种恭敬心看得出啊哈，啊，有时候啊，就是我跟他在寺庙对不对？那有个位置是他的住持坐的，我也跟他说啊，那这个那个位置是谁坐的？他说哦，这是我们的师父坐，谁都不可以坐的啊呀，那个位置在啊，就是永远是他是可以坐，我们不能的这样。所以我从出家中那边啊都看得出哇。他们那个对佛教的虔诚的哈，后来我也跟那个老禅师一起住嘛，那老禅师眼睛有问题，我要开刀，我问他，哎，怎么还不赶快开刀去美国那边？哦，他说不要，因为啊，在美国他说开刀啊，那些护士全部是女的哦，他讲啊，如果是说眼睛跟戒律哦，他说我会把戒律放低哦，哦，他们呢听到，我们要肃然起敬啊，啊，他会啊把全部放低，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也有保守的关系啦，这个派系是很保守的，随便让你去到看到，哦，他们的生活模式，哦，他完全根据经典回到2000多年前的制定的状况的，嗯，所以呢，当然是也没有拿钱过午不食等等，全部跟了，他们就跟了这样子了，哦，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呢我是不是觉得，哦啊你就是 佛法有些底了之后，你要先有佛法底先，因为你佛法的底啊，上过成佛之道，上过社论二弟的课程，大概上过，你去参学才学得到的，你就看诶差别之道在哪里了，啊，你也了解北川，哦，我们各佛教会的状态，再去看他们，哦，就看得到他情况在哪边，然后呢就是看人家的优点把它吸纳过来，然后呢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好，哦啊，你就不要再换去南川了，哎，我们北川已经信徒太少了，不要再换了，我就没有换，我就是看别人有点吸纳进来，这样才行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来二弟上课，你留意我的课程已经跟一般的北川不一样，因为我吸收了他的优点，
我要庄严北传哦。那么你们这些啊，至少一来到碰到北传哈、哦，啊，就是学到比较完整了、啊、哈、哦。我们以前 miss 掉的那些东西，因为啊，我们呢、啊，中国佛我们从中国佛教传过来嘛，中国佛教啊，三武一宗啊，三武一宗是指什么？灭佛啊，有四个王帝灭佛，你知道王帝灭佛多恐怖啊？你有上丝路的佛教就知道，上过丝路佛教的举手一下，丝路的佛教啊，两位，还有宝尊呢啊，宝尊自己有听嘛哈，三位，你们上过就知道啊，哇，王帝灭佛啊，哎呀，多恐怖！不只是三武一宗，再加多一个什么红卫兵啊，哎呦，所以啊，我们呢其实啊，留下的都不是很多东西，就可能是一些经论呐、啊，所以最后那把禅修经验统统没有到完。你来到北川就是念经罢了喽，哦，就是诵。你修什么法华宗就念法华经咯，啊，修华严宗就诵经哦，他那个修行传承没有掉了啊，本来早很早就有的，因为啊，我教历史我知道啊，大概西元一世纪的时候啊，一个世纪一世纪后啊，你知道吗？在 Afghanistan 啊那个巴的地方哦，那边有禅师，他们的禅师是散过去和田新疆那边教导禅修的，那历史都有记载啊，那都是几世哈、啊，巴啊。啊、对对对，一个玄奘大师过去啊，公元600多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交际了的了，有禅修的，有的，嗯，不过就乜都冇晒。所以现在我们有部分的东西哈、哦，像你们来学的东西，一部分师父其实是缅甸那边学过来的哦，我的老师是在缅甸修，我跟我的老师，所以那个经验呢、啊、是很独特，你在北川问不到的，你即使气功界也不知道的，因为啊，他这个。经验传承哦，是在他们的斯里兰卡传了1000多年，因为他那些经验呢、啊，他是当时在印度传下，那个在印度传下时候啊，大概是在西元前已经下来了斯里兰卡啊，佛法两边传嘛，一个是往北西北印到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另外一个派就往下传到斯里兰卡，那么斯里兰卡过在那边就传去泰国缅甸，泰国缅甸呢、啊，基本上他们呢、啊、哈、哦，完全是没有别的文化的。所以佛教一来到啊，佛教就占有了他们，他佛教就成为他们的文化啊，不像中国啊，佛教去的时候他已经高度发展，有儒教的，有道教的，所以你佛教到来啊，啊，你要慢慢等啊，才可以成为我们一部分。所以佛教啊，在中国啊，花了蛮长的时间了、啊、哈，去适应中国人的口味，才成为儒释迦三教合一。啊，所以你看呢、啊，我讲中文，你看我这套衣服，这套就是应该是唐朝、清朝的服装来的嘛，对不对先？哦，那你来到我们的形式啊，还蛮多是中国化的，我们的法器这些都不是印度人的，是中国人的东西来的，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你们遇到目前的北川啊，是已经中国化的佛教，然后如果你来二地，我们又是马来西亚化，所以它已经柔和很多了，这东西可以理解吗？哦这个就是提到就是知识进行受皈依哈，我拉远了哈。好来，敏慈啊，师父，我想问一下，像现在那个北传啊，像刚才师父讲的，大概寺庙啊，大多都是以诵经为主嘛，很少就是开示啦，还是好像师父教导的这些课程。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信众过去好像去那边共修的话，他们是在那边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哦、是在修什么东西呢？啊，是咯，他就是这样的。一般上啊，那个住持啊，他只可以贡献他懂的啊。因为啊，我们马来西亚的佛教是像师父啊，我的师父说了，的徒弟都会送去佛学院的，然后我们又跑去禅修，随便到我可以贡献我会的啊。但是我们蛮多住家哈、哦，如果是比什么在老十二十岁的十到二十岁哈、哦，那他那年代还没有佛学院的。哦，我这个年代有，那个年代没。那他没的话，他学什么？他跟他老师学来了，所以可能是停留在诵经的层面，这是他可以贡献得到的，给放放蒙山啊，诵诵经这样。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啊来到啊，哎，你们就这样子罢了的啦。哦，过他又要唱江战，哎呦，又拉那么久，他过他跑去南传修禅，因为南传那边呢、啊，他开展的一部分呢、啊，因为他有一些知识分子跟大，这他的背景的关系哈、哦。造成他吸引到蛮多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开展的都是课程的性质，所以呢，蛮多知识分子会跑到那边去了，啊，最近这个情况了。这样子，师父哈，他们是不是在修福德的方面比较具足呢？就是在会的方面就比较少，是不是？是北川对不对？
啊，对对对，啊、算是咯。那所谓的福德就是比较多在做布施啊，也比较多在诵经啦，诵经哈、啊。有些人诵经很欢喜，可以留住他芳心。这样的法门呢、啊，对于就是偏重信愿的老菩萨就有吸引力了、啊。但是啊，对于年轻像我们呢、啊，要喜欢思考，喜欢问，他给不到太多答案的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呢，这类型道场在北川占大部分的啊，占大部分，而且都是居士的情况去带领这样好啊，然后都是诵经为主了，因为诵经是最容易流偏，所以他没办法，因为他的住持他只可以教他会的啊。像我本身我知道这些作为由，我就不办了啊，我是办课程，那么呢，我就让你们呢，全各国教会的理事来参与，我来给予你们教育。过呢，你们回去去充实哦啊，你们负责的道场还是怎么样这样啦、啊，所以没有办法的，嗯，他的 pattern 就是这样子，好、哦、啊，不过他好处就是这种啊，他达到很大的基底，他基底是谁？老菩萨，所以就这个缘故，这些道场哦，早前最厉害的，嗨，他有优点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些道场啊，他的住持又开一个慈善啊、喜圣啊什么之类哈、哦，他资金哦。比较不会太过担心的，嗯，因为啊，这种法会性质啊，老菩萨基底哦，配早前比啊，比那些年轻的读到书的那些比较不会赚钱的，啊、赚不到钱的，他是很好了。所以呢，他有时候啊，比一些比较理想的道场的两个 combine 起来，他用这边找到钱去扶持这个教育，那教育是贴钱，但是你没有教育啊，你整个就只是流语啊、诵经啊、拜拜啊这样子罢了。OK， 你这么回答到你问题吗？啊是啊，所以呢，他是啊，他所以整个教界必须要大家一起合作哦，啊合作这样了哈、哦，他才完整啊。不过我是一厢情愿的哈、哦，未必人家甩我嘛哈、哦、啊，你们来，所以基本上我这边都因为我没有 committee， 我也不留人，你们来学，那学会之后你们再回去你们的单位服务哈、哦，有正职正兼，那么才比较名副其实了，可以了解吗？啊 ，OK 好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好啊，所以呢，这边就有提到哈、啊，他说啊，进行受皈依佛法僧，所以呢，他在这个皈依仪式里面呢、啊，哈、啊，要恳切忏悔先，高声恭敬心跟清净心了、啊，因为啊，他忏悔啊，主要就是啊，把你的那些 guilty 去掉了，因为啊，有些人呢、啊，哈、啊，当他这样子讲啊 ，OK， 比方说你要commit一个宗教啊，哈，那么呢，如果你觉得之前哎呦，成了造那么多恶业哈、啊。怕自己不清净、哦啊、所以我让你们进行一个忏悔仪式，可能只是也是一个仪式，但是仪式一定会有，那么让你觉得、哦、我的内心已经清净了、啊、过后才进入那个仪轨、哦啊、它就比较完整了、哦、好，然后他讲啊，生恭敬心清净心，过后是常跪合掌的，就念了、哦啊、进行受皈依佛两足尊，两足尊就是福德智慧具足的意思，或者是说两足啊哈，两个脚最珍贵的啊，两个脚就人类了，那么佛陀是最尊贵的了，这第一了。那第二个就皈依法离欲尊了，因为啊哈，佛法是完全可以离欲的，那么最珍贵离欲的就是佛法，那么皈依身众中尊，那么就是在所有的众里面了、啊、哈，这个众主要是显示当时在印度有很多外道。啊、那我们自己就讲自己最好的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身中是最优秀的，比起他们其他来说这样子了、啊、不过这个这样子讲、啊、不过我们真实的情况、啊、是、刚刚已经稍微提过了，蛮千差万别了、啊、蛮千差万别，就是说、我们去家中，因为、啊、我们、啊、回到去、啊、我们不是统一、管理、啊目前、啊、在宗教里面最出名、啊、就 centralized management 的应该是天主教了，梵蒂冈是总部来的，所以它只要是个 Catholic， 对不对？就是梵蒂冈统一管理。那么梵蒂冈里面呢、啊哦啊，他们当时因为殖民的时候很成功，所以变到全世界各地都有 Catholic 的分行的。哦、那他都是从比如说在沙巴这边是有个区里面选个头，那么区跟区之间再选个头代表沙巴，那么沙巴全马来西亚之间是三个州又选个头，那么选到这个头、啊、是马来西亚的天主教代表，过天主教选教皇，然后这边是又在选亚洲区的代表，那么亚洲各大全世界七大洲代表去一起选教皇的，它是可以 systematic 到这样的，它也是
好多年的一个历史的关系形成。那我们呢、啊，出现这个的国家、哦、就是越南、泰国、缅甸、西藏、啊、他们就可以啊 centralized management 哦。大马没有，同学，大马没有，随便到啊。我们大家的身重啊，因为没有一个单位来管制所有哦，所以他是就是怎么参差不齐的啊？他管理地形参差不齐的啊，所以呢，你们来学习啊，但是师傅也改不了，更何况是你们啊。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让大家随缘分啊存在。那么就是如果是那个团体有问题不理想哦，希望可以得到纠正它，这样就是这样了，去浮存清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讲到哈。贵一生重中尊的哈，就是理想的来说啊，身重是最理想的了哈。好，然后呢，过后呢，乃至命中 ，OK 哈。过后呢，在供养三宝的部分呢，哈，第一就是自行修供养佛的部分呢，通过礼拜、赞叹、供养香花等庄严具啦，那这个多数是有做到的啦。同学，你们家有佛谁的家有佛龛的举手一下，有佛龛你的家都是有看到哈，哎，有些没哈。好，同学啊，他佛龛有啊，好处就是啊，你每天是你上香啊，你顶礼啊，哦，那个佛啊会让你联想到啊，这个就是迦牟尼佛这样哈。那么尤其是啊哈，不过你们退休人是还好哈，他如果在外面还有做工的话哈，他工作的环境啊可能很不清净的 KL 的工作环境哈，所以变到啊他，所以就这个缘故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对象啊哈，可以他们皈依的，看到了哦，内心可以清净哈。所以如果你是家里没有佛像的话哈，那么呢，至少就觉得来自寺庙了哈 ，MCO 之后哈，你看到佛像哦，你会恭敬心会升起，至少可以清净一下哈。多数人看到佛像啊会有敬畏的，多数人会有的，那这个。敬畏的心至少要有，片刻要有嘛，也不可能八个小时在外面做工那么染污啊，过后让它染污下去嘛。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偶尔来在寺庙啊，看到佛像，家里有就好。那供养的方式，像你们呢、啊、哈，一般上就是最基本就是有就是可以点灯啊，不管原子灯还是什么灯都好哈。那么呢就有香，那初一十五就有供果。那最起码的了，这样，那这个有在啊，心也稳定了。那站在宗教的立场哦，你供养佛菩萨真的有开光道，对不对哈、哦？有些也会包括供养啊，护法就是护法神呐、啊、哈、哦，委托啊之类哈、哦，他们会成为一个 security 的，肉眼看不到的哈、哦，他会好像一个 security 哦，啊，结个界来保护你的范围。那外面那些啊，不三不四的、啊、孤魂野鬼进不到你家。啊，这些事实上也是有的啊，所以呢，有时候不要只想到安心罢了，这些肉眼看不到的众生他也在，啊，同学可以知道嘛，啊，所以呢，不过多数人呢、啊，他看不到啊，他不理，除非有事情了啊，家里啊老是连三，老是有人生病啊，老是破财呀、啊，他才会想，哎，我去问一问、啊，结果发现原来整个家哈、啊、都是很污浊哈、啊，就不好的能量进来这样子哈。啊所以这个是要顾虑的，而是不去关关窗门哦，啊，搬朝下等等啊。好啊，因为我们同学啊，大体上你都已经是学佛一段期间，那么如何供佛那些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那第二呢，就是供养法哦，书写印刻经典哦。哦，同学，现在时代变了了哈、哦，因为以前呢、啊、讯息是不发达的，所以呢书写经典你来抄哦，啊是功德很大的。OK 哈、哦。那这个啊，尤其是过我听说哈、哦，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哈、哦，你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得到哈、哦，观音菩萨哈、哦，
很多地方可以找得到哈。原因就是因为呢，玄奘大师这个年代哈，已经有雕刻的发明，所以他大量的印塑观世音菩萨的像啊。但是呢，到了今天哦，哦，你不要再乱印太多经书，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经书都怕到半死，因为现在的人拍经书啊，有点像贼这样的哈、哦。他们来到在这一箱箱来到。他我没有人了，他就丢，我赶快走人了的了，哦，就变成像贼这样。于是那个流通处啊，被这些淹没掉啊，哇，整个都是全部是结缘品来的。哎呀，尤其是某个宗派啊，拼命的印的多过头，因为现在很多都上网了，所以就这个缘故啊，也要印啊，哦，最好跟我们讲经法师协调，因为是不是讲经嘛，对不对？啊，那我推广是阿底达摩议论，我长期推广，我才有市场，你了解吗？然后你印到那些啊，佛说什么文殊问经很冷门的，我也没有教这样的东西。哇，你这个印到了你就死了，你这样只去消化啊，结果你就要像贼这样来拍了。最后那些国际会就放着啊，你不可乱丢经书进来，又问过我们。哎呀，那到最后啊，哇，我帮过一个佛教会整理啊，到最后啊，哇，整理了差不多80个袋子啊，垃圾袋啊，全部是结缘品，差不多80个我记得。啊，全部最后拿去你塞个，哦，所以呢，这个年代哦，哦，你不要再刻金了，哈哈，你不要再印金书了咯，啊，他们印说要做生意，来，你一个签我送你一签，哎呀，我们就惨，消化不到，啊，所以他就印到漂漂亮亮，那你就拿来收，啊，到最后的话不舍得丢漂亮的，那不漂亮全部拿来，过再问，那你要金书啊，我要丢啊，烧你又不敢，不提多。可以了解吗？时代变了了，所以现在啊，如果你是说佛法你要供养，我倒觉得你可以去西贝达供养他们，他们要 maintain 那个网站，那些西贝达还有那些 Wikipedia 蛮多佛法在里边的，他有时说来吧，他跟你讨 请赞助我一杯咖啡， 我生存不下去啊，你供养他这样还好啊，你不是印经书的了，这个年代不同，那要印啊，跟我们讲经说法的法师协调啊，像师父现在我长期叫社论嘛，你硬来啊，我可以慢慢消化，因为我教了一批学生又一批，像陈佛知道啊，陈佛知道啊，你们去代币发菩提树居啊，我们已经出了名了，你一来买陈佛知道，知道开心法师的了，是不是要磕攀？他说只有我们才要的啊，所以这样啊，因为我一期一期这样带哦，他就等于有市场，这个硬到才有意思，可以了解吗？哈啊，所以你们拜托不要再硬了哦。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哦啊、所以佛法的护持也是靠用网络那边去供养就好了。好，接下来就是僧宝的护持了。那么供养啊，衣食坐具 ，OK 好啊，对的啊，在目前来讲哈、哦，其实啊现代哈、哦，像师父目前呢、啊、哈、哦，除了多数同学是进行供养以外啊，有些人也会想会供养师父衣服啊这样子的。那么呢，会问会给我们师傅衣服啊和食物啊都有的，有些他不供养钱，他就大家夹饭然后买食物给师傅啊，这是很好的哦，也是刚好有符到我的需求。不过呢，就是要留意供养啊，不要太过传统。什么意思呢？哈、哦，像有些人呢读到经书哦，供养袈裟功德无量啊，结果他就买袈裟来送给我，他又买南传的袈裟哦，哎，我要来干什么？哎呀，所以问到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不要一看到经啊就那么冲动。所以呢，有一些比较聪明，直接问我师父你要什么？我讲哦，我要画纸。你看到没有？我不是要那么多袈裟，我袈裟一件就够，而且我也不穿南传的啊。他们南传自己也怕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讲袈裟热哦，他说你给钱他们好了啊，我要300，我给500。过后呢，他那个袈裟一套，他就拿来哈、哦，就是巡回这样。那么呢，他才可以存到那个基金，那个基金作为啊维修道场啊，他们也是不要你买啊，如果你买来啊，你一千个人买来不是一千套袈裟，到最后就是做谁赚就是袈裟店赚哦，然后佛就会拿了一千套袈裟来干嘛，哈哈，对不对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哈、哦，所以你的供养要符合现代化，还有医药也是以往啊，哎呦，因为啊都是大家看了经论哦供养医药。结果呢，供养一大堆风油啊、万金油啊，还有宝济丸啊，哎，我都可以开药箱了啊！啊，所以啊，有一些更聪明，他什么呢？有一次我医院出院哦，他帮我供养那期保险费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你明白吗？因为我有事情的话，我是直接进医院的哦，我要付 medical card，
那个才实际哦，所以拜托你们不要再供养风沙丸来给我了。哎呀，我们都已经怕多到都是拿来丢，你知道吗？还有风油啊，哈，因为传统的想法就是这样啊，哈，啊，供养啊，就买药买 Panadol， 他也没有想我要不要的，也没想到我一个人住的，变到我可以开 pharmacist 了，啊，可以了解吗？所以现代啊，我是觉得你要跟着时代跑，所以啊，常常要跟我们沟通。啊，法师，我想供养你衣物，你需要什么衣物？啊，法师，医药供应你什么医药？可以了解吗？啊，又跟时代跑啊！我在 KL 啊，我现在不是住在森林啊，可以了解吗？好，啊啊，对啊，所以呢，如果那个团体啊，哦，他很多人的，你也是要问。所以啊，以前呢，啊，现在后来啊，有些公司也是嘛，啊，问到那个大团体的身上的时候，哦，我们需要一个 building 这样啊，那个居士就去募款呢，啊，盖好一个 building， 啊，然后在供家山那天哦，啊，就是把锁匙 bus 给住持这样，然后全部一起回向。他这样 就很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这样了，啊，所以呢，有时候啊，传统的那个波啊，去拓波的话，啊，他是可以接到很多缘呐，啊，很多人看到有机会放波很欢喜，啊，但有时候啊，我们也怕的，像我去参加过，哇，拓到二十袋全部什么，啊，糖果啊、饼干呐，啊，哎呦，二十袋全部我也拿不回呀，啊，全部也是送给他们，他们整理完呐，啊，他们一定要做 trade in 的，你不 trade in 的话怎么样？你整个寺庙就是糖果啊、饼干呐、啊、chocolate 饼啊这种东西。它不实际的，它一定要把它换成米粮啊，那个才真正啊，寺庙长期吃米粮才健康的嘛。难道啊，你们全部给什么那种 bringer 啊、薯片啊，哎呦，还有就是那种 chocolate 啊、cabbage， 整天吃这些东西啊，哎呀，所以它寺庙啊，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好，又要找寺庙 trade in。哎呀，我是觉得更费时，哎，你干脆供养我钱好了，你懂吗？你供养我钱，我会买有营养的东西，我自己吃，这样还好。啊，我自己给电费我的水费更实际，啊，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同学记得，哦，你们供养有时候开始跟原始的经典，哦，一定要回来现代思考，啊，不要再用回2000年前的角度去想，哦，然后呢要供养的团体直接问他们你需要什么，这样子就好了。他可能跟你讲我要一把风扇原来所以那些人，哎呀，供养一大堆人，那些什么巧克力饼啊，那些东西一大堆给我，哎呀，因为我一般上是这样的。同学，你如果啊，你刚来二地，我不熟你啊，我不什么都不讲的，因为啊，你来供养啊，我讲不好，以后你就不供养了的，所以你来我什么都拿，那我就想办法再送出去，通常是这样的啊，直到你熟啊，哈，你已经是二地的学生啊，我就跟你讲，我会开口跟你讲，我说哦，这个东西不适应你，你换别的更好，啊，那么有一些长期供养的学生哈，啊，他们会直接 call 我的 ，OK， 师傅，这个月这清单是什么？我要供养水果的部分啊，这样的话哦，就刚好我拿到我要的东西了啊。那么刚不熟的人呢，啊，哈，的那些信徒哈，一般上我们不能够说不的，所以你来什么我都讲好的哈，我那你可以说不好嘞，对不对？我都讲好，你拿来咯，啊，过我再想办法，哎呦，惨了，去送给谁好？再想办法送掉它了，不要给它浪费哦。你没明白吗？哦，我的立场是这样的，我不能够讲不好的哦啊，所以呢，所以有些会带我去吃饭呢，啊，都是现代化的方式了。在南川不同，南川他就是会找一大班安弟啊，哦，啊，就一天两餐啊，他们轮流煮拿过来这样。后来有时发现呢，现在 MCO 啊也不能了啊，哦，他们呢，哦，那些法师有时候可能呢也要自己改变那种传统的方式。OK， 可以了解吗？哈，哦。啊，这样就这样子了哈，所以目前你们这些有金钱供养，你就保持了，那钱我自己可以哈进行安排，然后买我的保险呐，付我的 bill。那如果你要供养饮食，记得 call 我问我师傅你要什么东西，供养衣物也是啊，问过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供养到无谓的东西给我了啊。OK 哦，好，这个就大概是这样了哈。然后呢，就是还有日用杂品，对了，那么最上的供养就是。依从如来法教，就是切实奉行了，对，就是说啊，你来二地有参加我们的什么的静坐班呐、啊、气功班，还有上佛学课啊，就跟着来做啊，这是最好的一个供养了。OK 好啊，不过不能够说，哦，我跟着做了，然后就没有护持也不行啊，我们还是要你护持的啊啊，所以呢，就是佛法造学。啊，然后呢，就是关于你成为了就是二地的同学哦，一般上有义务型，那时候我才来谈会比较好了啊，这样子哈，嗯，那二地义务型其实是这样的，一般上啊，如果你是在二地啊参加了三个课程是啊，我就会提出义务型。其实你们呢在参加前三个课程呢，我是有收报名费，但那报名费都退回给你们的。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非盈利团体，但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免费东西那些人是人来人去的，所以我们收了个报名费，他读完我们退回给他，目的就是希望你可以从一而终。那如果他三个课程呢，上了三个课程，或者一个课程呢上了24堂课或者更多之类，成为二地学生。那么二地学生如果他在 KL 一带就有义务型，我跑什么义务型呢？目前我的能力办得到就是呢，师父的任务除了教导佛法，你尽量来上课以外，那包括做辅导了。有时候你如果是信得过你家里有一些事情师父还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的辅导的部分。那还有你本人，还有你很至亲就是说开光啊，就是你家要开光啊，或者是重病啊你会除了西医中医，你还要找宗教的嘛我是可以做这帮这方面的忙的。不过就是你是二地的学生了，那如果你长期commit的话你走的那天我会送你了，因为你长期护持的缘故嘛那我会送你一程这样子了。OK， 那二地目前暂时我们的课程没有停的，不停的，我的课不打烊的除非那个学生是真的长期的学生，我才会停课呼吁所有的人去诵经。否则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我的课不停，因为我的课全部都有人在我的任务主要是把这个课带好禅修带好掉，这是我的义务行了。那当然了，有讲好了，有个范围了，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但是如果你的姨妈姑姐那个我就做不来了，因为我的学生越来越多，各个的人都有姨妈姑姐表姐表妹我就死定了，我一个人罢了所以我们有个确定的范围，我也只限在 KL 一带罢了的，我的能力可以到得到，尽量不影响我课程了。那你们的义务型是基本上我这边没有收 membership fee 了所以你们按照你们的能力的情况许可，给予金钱饮食的供养这样了我们没有固定限额，也不固定的量，也不固定要每个月，你看你的情况，你觉得能你就护持了。那么还有你要尽量鼓励人来参加课程，那这样的话我才可以源源不绝有人来，因为 每个课程学完有人走的也必须要有人来我的课才可以，我才可以扮演得到我护持正法的角色了这样。那么另外呢，你本身呢，你学有所长的话不要吝法，你要把它分享出去基督教每一个人都是传教士来的，我们也要办得到所以你不要吝法你学会你可以的话你教人，那你怕的话你可以成为二地的二地我们呢有穿插就是辅导员讲师，还有就是考试委员会，我有成立这一些的，已经在跑这了的。那么你学得很好你自己不敢自己去乱讲，你可以通过师父这边给予培训，然后在一日营的时候你就可以当讲师辅导员的角色，可以了解吗所以这些就是双方的义务行来的。那这样的话这个 system 它可以跑得下它佛法才可以兴旺的，不然的话它很难传播所以同学可以了解吗这个就是 当我跟你说恭喜你成为二地的学生的时候这个义务行我就给你提出是双方的，不是单方，是双方的这样那么呢你随时觉得你觉得不久了你觉得不符合理念二地你不就离开了，因为我也没有要你签什么合约，那么你走了我又再去培训其他人这样就是这样罢了所以我这边基本上不会太多的负担给你们，我也不需要 committee 就是你们来把东西学好，然后呢扮演好你们作为佛教徒的角色就成。 OK， 有没有问题？这个部分清楚吗？我顺带就把义务行讲好了。 OK， 可以了解哈。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了好，那么呢就这边呢一念皈依三宝的功德好啊，有请怡静读一读了一念皈依三宝之功德，十念诸胜利，一成为佛弟子，二是受戒的基础，三减轻业障，四能积极广大福德，五不堕恶趣，六能以非人都不能扰乱，七一切好事都会成功，八能成佛道，皈依三宝能得安乐，有为的安乐与安稳，无为的涅槃，此皈依最尊，此皈依最胜，不由于皈依得乐得安乐安稳，
皈依的啊，没关系，给暂停了哈。来，我再讲一讲这个皈依的就是功德了哈。第一当然呢，成为佛弟子哈，基本上你没皈依的话，你不是佛弟子，那你不是佛弟子的话，你随时可以推卸责任的。对吧，你看呢，你穿着学校制服，你哪里敢逃学，对不对啊？你去到那里讲，哎，这么你不读书的，对不对，一样的，不过你皈依三宝啊，你没有个 logo 的，就为你穿我们的制服啊，所以呢你是一种不过啊，哦，外面的人一定会提醒你的，因为你啊，你常常来二地上课啊，皈依三宝了，你信不信你家发个脾气，你家人讲你不是整天学佛的吗，怎么脾气那么坏，你家人开始讲你了，对不对，先不用别人呢，你家人就讲你啊。所以呢，所以啊，你本身一定要落实啊这个责任啊，就是要通过仪式开始了啊。那仪式一做了，你认定啊，我是三宝弟子这样。大体上啊，就是这个三宝弟子的身份啊，他是要在受到挑战哈，才比较感觉你的落实感强不强的啊。很简单嘛，我又问你们个问题，你们爱不爱马来西亚？谁的回答是一般一般的，我猜都是一般一般，一般一般的举手，你觉得我是一般一般的，不敢说我很爱。OK， 好，我如何可以证明呢？很简单，羽毛球比赛，马来西亚对中国，谁要马来西亚赢的举手一下。啊，要马来西亚赢，看到没有？那全部要马来西亚赢吗？所以啊，你看啊，你一定要通过这种情况，你才知道其实你的心是在马来西亚的，你不会爱，你不要中国的。OK， 但是话归回头，如果是中国对其他，谁要中国赢的举手一下。中国不对马来西亚，看到没有，你看跟我一样嘛，所以你看到吗，意思就是讲啊，我们呢因为在这里生长啊，所以我们还是把马来西亚放低的，虽然这里啊问题多多 啊我还是爱他，你看你去比赛就知道了啊。但是如果没有马来西亚的话啊，我们心还在中国，因为我们的主界在那边的关系，加上皮肤跟语言对他有情感，他也是有蛮多历史包袱啊，中国 啊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份情感在，对不对先啊，对不对好啊。所以呢同学也是这样的道理来的啊，所以呢一般上宗教一有斗争的好啊，你会帮那个宗教就知道你的心是不是在佛教啊，有别人侮辱我们佛教，你会不会哇，我要站起来帮我们捍卫，就知道了啊，就晓得哎，你的心在不在佛教啊，或者是说哦，你遇到很大的问题，你到底因为你可能以前是拜神转过来的，你到底有事实，第一件事情啊，你是拜大不公还是拜观音啊，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比较强了 啊那么呢更重要是临终的时候了，因为死的时候啊你的一心一意啊，因为有个对象哦，我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我一心是释迦牟尼佛的啊，我来世要作为佛弟子的，他就很笃定了啊。所以同学这边一位啊，你们有些同学已经60岁以上，所以这个落实感是重要的，你们还不能够，你不能够一脚踏两船的，就为了这个宗教又要那个宗教又要，不能的，你一定要落实感下来，那么出事情时候啊，一心就是那个方向，它就很好了的了，可以了解吗？啊，所以这个东西哦，不能够省的哦，一定要把它落实下来，就是成为佛弟子，第二受戒的基础了。那么你皈依了三宝之后哦，才有受戒的基础了哦，应该怎么举个例子哦？那基本上戒是叫五戒，那么你皈依了之后啊，就是最基本的。那么基本之后，你要不要更进一步啊？哈，持好五戒啊。那么呢，这一个它一定要是前面皈依了才有谈五戒，没有说三皈依没就五戒，没有这样子的。它在南传用的还比较保守方式，一次过就三皈五戒一起的，它没有把它分开的。哦，五戒就五条一起，哦，这个比较难办得到，同学比较难。五戒啊，尤其你在做工的人哦，第一妄语是最难免的啊。第二呢，你要应酬的话，你还要喝酒的，你做 sales 啊，对哦。然后呢，杀生之类哈，可能还可以啦哈啊。所以呢，所以有一些是蛮能办到的啊。所以呢，你们现在这些比较半退休的人比较办得到啊，就可以安心去受个五戒将啦啊。那么就把酒也戒掉它了。那么呢，那些亲朋戚友 gathering 跟他说，哎，我是佛弟子，不喝酒了的啦，啊，这样啊，他因为你都，哎呀，你而且现在你们都年纪那么大哈，都是你大完的了，你讲什么就是你算的了哈，啊，他们都乖乖听话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中年以上了啦，各方面的身份地位都已经开始提高，是我们讲了算的嘛，啊，以前呢，20几年前不是我，你知道吗？你在家里讲的次数啊，
哦，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公公全部给你闹革命啊，对不对啊？现在不同啊，现在啊，今时不同往日啊，我们可以，我们最大是我们，你就可以做主了的了，啊，把方向导正他这样啊。好，然后呢，接着下来啊，此外是减轻业障，好，啊，如何来理解业障？好，同学，这个业障啊，并不是说一大堆东西在障碍你哦，这个业啊，主要指的是五盖来的。五盖就是指啊，你的贪欲啊，你的嗔恚啊，这些，基本上皈依了三宝的人，对不对？你一念三宝啊，他会升起善心的。他不是所有的人，但某一些人呢，啊，他皈依三宝，一念三宝啊，他会欢喜的，哦，他会产生喜悦的，哦，他那个喜悦升起，哦，他的脾气就不会升起，五盖也不再升起，贪欲盖也不再升起。不过这个就是，这个讲回头就是啊。他也必须要这个人啊，哦，要么就是先天根气很好，不然呢就是他这个人本身已经有打坐啊，甚至有练点气功什么之类，这样，哦，让他一念三宝，哇，一想到释迦牟尼佛，一想到，哦，药师佛之类的，一想，哇，他会很欢喜的，他这个欢喜啊，就让那五盖不会现起的了。 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啊，哦，不能积极广，能够积极广大福德了，是这样的，同学，你皈依三宝之后啊，广大福德呢，就是他这边的定义啊，福德哈，可以说就是呢，你有去行布施，你可以接到很好的人缘啊，他福德啊，他福德是跟什么有关？跟布施有关。你因为供养三宝之后过后啊，哈，你一心一意你就护持三宝，那在佛教里面呢，啊，我们有悲田跟敬田哈。那么敬田里面家里就是父母，那么宗教就是三宝，一般上供养敬田呢功德很大，那么呢所以呢一般的人呢都很喜欢供佛，供养三宝，原因就在这里了，因为通过供养哦，你得到很大的福德，那么其他那些如果他本身呢他不是三宝佛弟子哦。他可能把佛当作是神这样来拜，他供养还是有功德，但不会太过强大的。对，你真正认知三宝是什么，你供养他的含义又不同了的了。好，来过我们再看，他说，不多恶趣了。那这个不多恶趣是因为，你皈依三宝之后，你的心很多时候都在善念呢，你就不大敢升起恶念，比较不大敢太过放纵自己的了。这个一样的嘛，就是，那些人呢，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尤其是男的，可能，很喜欢靠雷这样，你结了婚你有个落实的对象，你就不能够那么随便靠雷，对不对？你的心要专一了的了。那么宗教也是一样的，一般上，你考虑一个宗教，你的心都是申请三法居多，不大敢申请太多二法，所以呢它会让你，多恶趣的机会就减少了，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提到，人与非人，不能扰乱，是这样的，我们佛教有一个佛经有讲，他说皈依三宝啊，会有二十五个护法神来护持你了，那这一个要如何来理解？我相信护法神是有的，他护法神存在是那些，非人，就不敢干扰你的，是事实。不过问题就是啊，这个护法神会不会来，也看你平时的表现嘛。你皈依三宝之后，哎呀，还是一样啊，就是杀生啊、偷盗啊、讲脏话，护法神都跑掉了。那你那里可以怪，护法神不灵，你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检点啊，因为你行为有检点啊，每天啊都有拜佛啊，他自然有那个力量会护持的。这边有没有人呢，啊？有你感觉哈？你发生一些意外车祸之类呀，但是你觉得好像是有佛菩萨保佑你，让你可以渡过难关，有谁有这个经验要分享吗？有没有人有过这个经验？有吗？或者生病啊？没有哈，我二弟有，我二弟有一个学生，他当然呢，他也是有点敏感的了哈，他有一两次跌倒啊哈，他感觉哈有佛菩萨的帮忙，有佛菩萨的帮忙。所以变道，他就跌倒，他可以安然没有事情这样。不过讲到这个，我们真的有佛友，有发生这样事情。有个佛友他得了癌症的了，他目前的癌症，但他之前呢他事业是很有成的。那 但是事业有成的人也是很傲慢嘛。后来因为股票大跌，输了很多钱，那他打算要跳楼，你知道吗？
那他还跳楼了。那他一往下一跳的时候，你知道吗？哦，那个 security 看到，你知道吗？看到他、哦、要跳哦，但是他跳到一半了、哦、他感觉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来把他借着他这样下来哦。那 security 看到啊，就晕倒了，你知道吗？因为他给他吓到，你知道吗？然后、啊、他掉下来没有事情，你知道吗？然后来他们跑去问那个 security 讲哦，我看到有个穿白衣的人把你抱下来，我吓到一跳，所以我晕倒了。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人不怕，结果看到人给他吓到，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人蛮有佛缘的，前世出过家的啊，所以呢，他可能呢就有护法神呢，有观音这些这样子了啊，就让他哈、哦。可以安然没事这样了。嗯，不过讲到这个、啊、有个很好笑的 case 也是，有个是佛友来的、哦、那佛友、哦啊、他、啊、但他没有学佛之前，他在基督教那边服务了，你知道吗？他说，哎呀，基督教、啊、有一些是专门侍候老人院的、啊、就是照顾老人，他有去帮忙。他说哦，也不容易的，有照顾老人家，为他们吃饭等等之类，过到那边就唱圣歌这样哈、哦，蛮虔诚下。然后过啊，有一天呢，他也是嘛，他回家哦，那时候他还坐摩托嘛，他的摩托后面又给别人撞，你知道吗？一撞，他整个人飞起来哦，他飞起来啊，是谁抱他？是耶稣抱他，你知道吗？哇，抱着他下来，你知道吗？哦，抱着他下来哦，哦，但是过后啊，我讲了这样的话，怎么你会跑来佛教的呢？说哦，因为我遇到我的老婆，我老婆是学佛，结果我就背叛了耶稣。皈依佛教了，我跟我的老婆，不过他说我是很相信，因为是真的给他抱下来。他说他跟我讲，他是陈甘露的那边的啊，你们有机会啊，我介绍他给你们认识。他讲的很好笑的啊，至少有两个我看过，是给一个是给菩萨抱，一个呢是给什么啊？给就是耶稣抱下来的啊，这些哈、哦、啊蛮有趣下的这个宗教经验，所以同学是有的。不过你就不要去试啊，好，你不要讲哦，我要试验一下看看，去找个三十层楼跳下，那我就不敢包了啊，这个不能够试的，好啊，这个那么巧，他们两个真的是啊，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应该至少三个了。二弟有个同学至少两次，感觉是菩萨有救过他下，可以啊，以后你们来二弟 MCU 之后啊，遇到面了、啊、哈，我可以请他当面跟你们分享了、啊、让你们有信心啊。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切好事都会成功啊。当然呢，因为有善行的缘故，好事容易成功啊。能成佛道它也不是马上成的，是因为有一个基础的关系就可以成得到哈、啊。好，然后他说皈依三宝啊，能得安乐与安稳呐、啊。那、啊、就刚刚师父所讲的啊，你有意念这些功德事，你就会安乐和安稳呐、啊。像我们这里的同学啊，你有又有去禅修啊，又有修定，又有定闻佛法，那你的皈依三宝更加落实。我们多数开头皈依三宝都是蒙查查的，对吧？哈哈，蒙查查的哦，包括师父也是啊，我也是皈依三宝蒙查查哦。当时就因为虽然是学生哈，我也对三宝蛮虔诚的哇，我就给供养法师了哇，都是大风的，因为我们还是读书嘛。不过就对三宝很虔诚就对了的了。哇，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过不食啊，然后跑去捐血啊，捐到晕倒在马大医院那边了，拜五、哦、没有人踩我啊，晕倒在那边，从此之后不再捐了，因为啊人瘦过头低血压、啊、那现在又胖过头，又胖过头又懒得捐，不行，我要去要做回善事才可以了啊。现在啊同学啊医院开始没血了，同学要捐可以去捐，这个礼拜 Ecotras 那边哦开放捐血了。陈国伟他们搞的行动党，那如果你不要可以去达蒙达拉，他们又要血了了，因为靠近迪巴瓦瑞很多人不去的关系、哦就呼吁一下、哦、同学去做点善事、他们都很达蒙达拉很安全、哦、去到大家安心跟着 SOP 就成了、哦、好、所以呢所以呢真的刚刚学佛其实很虔诚的，我想起我自己以前了、哦、哇真的过不食啊、哦，就这样子饿啊，饿到、啊、没有力啊，再去买牛奶来喝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固体的了，哎呀真的是那时候过我不食受菩萨戒、哦、哇整天去看那屋顶、哎、屋顶看得到没有，因为根据菩萨戒讲嘛，他有六宅日一定要收的我。那么六宅日什么时候可以吃，那就是第一个是出来、啊、看到掌纹的时候就可以吃咯，还有屋顶看得到可以吃咯，因为我看经典嘛。啊、那时又住在美国，我在美国住一年嘛，就整天去瞄那屋顶，这边的屋顶还看不到的，
哎，手已经我饿到手脚发软了，终于看到了，哎，赶快吃了。哎，虽然是这样，但是这就是个虔诚嘛，对不对？是你难道你们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吗？你就太差了咯，对。虽然你后来现在也退到光光的好，但是至少这个虔诚都要有嘛，对不对？好啊，所以啊，我以前也是跟缅甸的禅师一起嘛，坐飞机啊，一般人嘛。那么呢，他们呢也是很虔诚的缅甸人哦，他们过午不食哦。但是坐飞机你知道吗，我们遇到个经验，他一半呢、啊、天是黑的哦，一半天是亮的哦，那怎么办过午不食？如果你问禅师，禅师讲那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要吃了。哎呀，饿到手脚都没有力了，你知道吗？很好笑的哦。但是过午有大半天都是亮光的哦。你飞过美国是这样的，对不对？有谁飞过美国？美国是有飞过啊，飞过啊，一半是亮的，一半是黑的啊，亮的时候就任你吃了哦，因为戒律讲可以嘛，他们保守是讲哦，戒律讲可以，他就完全跟戒律的，他没有去管这个天文台的哦，或者你在飞机在那里他没有管的哦，这样子哦，所以蛮有意思哈、哦、啊，所以呢，你的虔诚呢应该要表达一下哈、哦、啊，那种三不一拜啊，要去拜一拜啊，这样子哇，表现一下自己的虔诚哈、哦，这个都没的话你就。太过不精彩了啦，哎呀，然后哈，过来讲了皈依三宝啊，然后呢这边说啊皈依的体性哈，好来有请就是静妹读一读了哈。皈依的体性，所说皈依者，心愿以为体，皈彼即相彼，依彼得究竟。一归一，以心愿为体性。一缺食三宝是真正的归一处，能因他而得种种功德。二立愿做一佛弟子，心受奉行，恳求三宝威德加持四受。二归一三宝的心情，归属彼三宝。不再属于天魔外道了。二倾向彼三宝，随时随地都要投向三宝，例如迷了路的小孩投向母亲的怀抱。三将自己的心身心归向三宝，依彼三宝的威德而得到究竟。一能皈依佛弟子，立定心愿，恳求三宝的四受究竟。二所皈依三宝，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加持施导佛弟子，引导其迈向至善的境地。嗯，好，感谢。来，同学看一下哈，好，皈依的体性，他说啊，皈依是以信愿为体哈。什么叫信愿啊，同学？基本上哈、哦，你的皈依有没有成功，就是架构在第一，你相不相信？嗯，你对三宝有没有先相信？第二，有没有产生愿力啊？就是要成佛的愿啊，没的啦，同学。刚开始我们皈依都蒙查查的啦，哎呀，就是哪一个皈依证啊，对不对哦？啊，过哪个皈依法门哦，我们就高兴，就是这样罢了。多数是这样的，你呀、啊，一定要。像师父这样啊，我就讲二十几年讲课那么久啊，才更深入他的所谓的三皈依的真谛才能的。跟你们一样吧，你们当初结婚，谁是蒙查查结婚的？举手一下。你应该不是很了解婚姻的真谛，对不对？你应该是不大清楚的。一定要结婚很久了哦，哦，夫妻相处之道啊，生了育女之道才知道啊、哦，原来婚姻的意义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那我们也是的。所以呢，一般上、啊、像你现在再重新学佛啊，哈。像比如说宝尊他们，你们有一些你们的就是那个什么已经读到后面那边的哦啊，就是已经到了就是那个什么大乘不共法，过又未来归敬三宝，他一定要回来这样十个哈、哦，你才突然领悟到哎对哦哈啊，因为啊你现在你也是读了大乘不共法才会想到啊对如何发愿。如何信愿，如何选择，你没有那边的话、哦、只是这样 一开头啊，就读要你要有信要有愿，你办不到的，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你可能学了十几年、哦、你还要再回来一次归敬三宝、哦、再问回哎，对、哦、我好像现在才比较 feel 得到、啊、以往都是蒙查查的、啊、
同学一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义理上学段期间，还有包括我看啊，闽池素月哦，你有跑一些道场，那这些道场里面，你可能也快乐过，也可能失望过，也可能在交界碰过，然后又回来佛学读一读，然后又接触不同的人，你一定要磨练的，磨练完了啊，再回来归敬三宝，才觉得哎，对哦，我的心还是在三宝，你才答得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啊？如果你什么背景都没啊，你就只是来哦，信愿为题，拿什么来信，来什么来愿？你连考验都没啊，可以理解吗？啊，所以呢，你们这些一定要学过一段期间哦，跟你谈回这个信归敬三宝哦，才有意义的。所以他信是就是对三宝的信愿。所以呢，如果你曾经对佛教失望过，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不，我还是不打击不到我才你才是叫有信嘛，对不对？都没有打击过你，你什么信心？有什么好谈？对不对啊？都是打击过了，你才知道啊，我还是有信心在三宝。无论怎么样，我的心还是在，我还是选择他这样啊。过相信过就发愿哦。通常这个愿力啊，都还是回归是成佛成阿罗汉。那同学，这个你先哈、哦，慢慢读了哈、哦、啊，一年半时间很快过的。那你一读到那一边，你就可以确定，哎，我要成阿罗汉成佛，你要笃定下来。那么成佛要用方便道、难行道啊，你就可以做抉择。那么他慢慢就会强大了 ，OK 好，所以这个是信愿为题哈。好，然后呢，接着写啊，这些过后啊，你们同学再回去读课本会更强啊，会更强而有力哈。好啊，同学一般上在信愿的根基哈、啊，是在种种功德啦啊，种种功德，所以一般上哈、啊，哎呀，我们如果是法师进行三皈依，通常我们跟别人讲啊，来皈依，通常你们如何把它定啊？你们如果 market 叫人家，哎，那个法师皈依，赶快来皈依，有什么好处？你可以对于一些不皈依的人啊，你这样子做 marketing 啊，所以有去拉人去皈依过的，所以有做过这个事情，叫别人哎去皈依去皈依，那么皈依好处是什么？他还没有学佛，你用什么来拉他？闽池你拉过人去皈依吗？有吗？啊，是不皈依没有啊？上课就有，就有啊。因为皈依好处讲不出来，对不对啊？可能上课练气功好处直接嘛，哦，你练了你就知道了啦，很容易嘛。那上课是佛学有知识也是知道嘛，哦，啊，反正皈依三宝讲不出来，哦，所以呢，一般上皈依三宝，对于如果他完全没基础啊，都是谈利益，那利益就是刚刚那十项了，那十项应该讲怎么 market 了。我在想啊，如果他在做生意跟他讲啊，有护法神保护你啊，可能是这样是最实际了啊。因为最好的嘛，他也看不到的嘛，啊，才是最好嘛。他看得到，他可以 check 说，哦，看不到的好，那么就是你要来，你要先相信，就混着过了哈，大概都是这样了哈。好，然后呢，我们再讲哈，然后呢，立愿做个佛弟子了哦，这个就是他的愿了，他心愿是从这边而来哈。好，皈依三宝什么心情哈？好，同学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就像如果你本身已经结了婚，那么呢，你有个伴侣，那一般上就不可以再哈、哦、那么就是广泛交往就不能。那么就是我们也一样的。那么呢，我们要你选定三宝哈、哦，也是希望就是哦，你的心笃定在佛教三宝，那么其他可以认识，可以做朋友啊，但不能够一脚踏两个船，就这里又皈依，等下又皈依阿弥陀佛啊，等下又皈依观道，不能够这样。一定的，所以我们讲啊，你皈依了，我们就不可以皈依其他的天魔外道啊，因为有些教义啊，它会混杂的哦，它会混杂的，它蛮复杂下的哦。所以呢，我们讲皈依了佛之后，就不皈依其他天魔外道。那么皈依了法之后呢，就以佛教的佛法哦作为核心，你的人生的指引方向啊，那你就要放掉啊以前的那一些。那些不是佛法的方式了的啦，看到吗？好、哦、啊，不投向外道，那么随时随地啊就回来哈、哦，三宝这一边有问题，以三宝哈、哦、作为出发点，所以同学啊，基本上啊，如果是外面啊，一般那些教统之类神教哈、啊，他没有太过多 education back， 没有很多教育背景的，你去就是问神解决问题就完了的。那我们你看，你来到我们有那么多科目可以学。我们也有佛教的禅修的经验，我们是有一套东西存在的。那么南北藏传是可以互补的，这是我们优胜的地方。我是觉得你去问跳通，他是帮你解决当下问题，
过他们有一套系统给到你的，要举个案例了，所以我们有一套东西在，所以呢，有这套东西是你就好好的给他学习，笃定自己的方向，这样好。好，然后呢，接着下来呢，就有提到哈，第三呢，哈 ，OK 哈，好啊，接下来呢，就有请就是秀燕读一读了哈。三，能将自己的身心归向三宝，一比三宝的威德而得道救济，一能归依佛弟子，立定心愿，恳求三宝的摄受救济。二所归依三宝，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加持摄导佛弟子，引导其迈向至善的境地。十五，皈依的真正意义，若人自归命，自立自依止，是人者能去皈依真实意，亦他力表诚意义，信赖他的他力的摄受加持。二，自力深诚意义，以他力摄受为真上缘，进而归向自己自信自心自信亦佛，自己有佛性，自能成佛，自己能成佛。二法，自己身心的当体，就是正法涅槃。三身，自己依法修持，自身以身切为一体。好，感谢。来，同学看一看这边哈。先回到来这个以信愿为体性了哈。同学，一到五分，五分是满分。一分是最低分，你对于啊，就是目前佛法的信愿啊，一到五分是几分？请你自己打分呢。打了之后呢，请表态，按这种表态，可以想一想看，然后才来回答，在你旁边那边哈啊，不用告诉我的，你自我检视就好了。写下今天的日期了。一年之后你看会讲，你看看是增加还是退步了哈。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打好分数了哈。啊 ，OK 好 ，OK， 多数同学都投票好哈 ，OK， 你们还容易投，还容易给分了哈。但是如果你试过像师傅这样哈，我的胆绞痛，知道吗？我就送去医院了哈。哎呀，第一个医生跑来了，说一号到十号疼痛，你会给几号？我想我给八号，很痛啊。然后他还没有帮我打止痛，又第二个又跑来哦，哎呀，他又问我一号到八号，一号到十号你大概给几分？我讲八号。过第三个来还没有帮我打止痛药，还没给我帮我打麻啡。第三个来又再问我一次，一号到时候你给几号？哎呦，哎呀，你们知道胆痛啊，跟肾绞痛多厉害痛，你知道吗？啊、哎，有些说痛过生小孩子，哎呦，他痛到真的是，你呀、啊，其实社会的老大，刁蛮的将军呐、啊，我讲这两个痛啊，你都乖乖求饶吧，实在难顶了，你知道吗？我大概两个。
痛起来大概有六次半打的经验，打了六次麻啡，那个 Betadine 呢，那个 Betadine 你说就是迈克杰森就打这个打到死了。因为打不打如果麻烦顶不了那个痛，你知道吗？哎呀，就是这样。后来 我在邦代医院有次疼痛，邦代医院比较快速啊，马上就打了一个，马上就帮我打针了。不会像政府医院，哇，三四个轮的来问你，你到底痛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开始医你，哎呀，真的惨了、啊、所以呢，同学你现在有经验了，你已经会打分了，以后你就可以快速打分了的了。因为、啊、他们要 pain management 嘛，要知道你的痛到哪里、哦、才知道要下药下到多深给你、哦、所以有试过被医生问过这个问题的，一分到十分 你打几分疼痛，有谁有被问过、啊、我看你们没有才好啊，有你又只死啊，有真的是太痛苦了，真的是。 OK、哦、来我们再看接下来 好、同学接下来这一边就有提到好皈依呢是有分能皈依跟所皈依的、啊、那么能皈依是就是呢能皈依是你了哈，立定你的心愿，所皈依就是三宝了哈，有个能和有个所。好，那么皈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同学，它皈依有两个表层的哈，一个呢我们皈依好像是皈依外面的这些东西哈，外面的佛像啊，我皈依我啊，皈依就是身中这样啊，皈依佛法这样。但其实真正的我们是通过外向、哦、引导你去皈依你的内在，因为呢三宝啊，自信三宝是都是涅槃来的、嗯、因为的佛啊，他最珍贵的经验是在菩提树下证悟涅槃，那么他最珍贵的也是 他过后呢告诉大家你如何去体悟这个涅槃，然后呢 他告诉僧众、啊、就像我们这样，我们传承佛陀的任务，然后把这个涅槃、啊、这个正道的真理来公诸世间，这样。所以其实啊 我们都没有离开啊，把佛陀这个那么难得的涅槃的体验都没有离开过的、哦、但是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两千多年久了啊，随便到他开始变质了，随便到为什么有同学说周末我到寺好像整天都是念经罢了的，没有提到什么跟涅槃有关的，因为可能教你的人他也不懂，你明白吗？因为他已经不一样了，两千多年了，知道吗？所以也跑出南传北传藏传，哇，过一大堆、哦、细节、哦、你可能去到个地方他也没有跟你谈涅槃，他就忙着叫你帮忙派米啊，派油派盐啊，还有就是做中治疗 做义工，可能都是这样的、哦、你了解吗同学？哦，可能你去到个地方、哦、完全跟涅槃无关的、哦、因为啊，所以呢就是你需要一些时间跟经验去摸索，所以呢这才是真正、佛教的原意来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哦、体验了这个过后呢他就是、再把它传播出去、啊、所以同学呢、你们通过这些事项、啊、到最后、啊、都是引导你们去，所以你们上课、哦师父都很努力把你引导到那个方向去修行那个方向去的、啊、这才是说从外在的皈依转向内在的皈依、啊、因为涅槃跟佛性就在你的心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唤醒你去修行这样、啊、就是这样罢了、啊、其实它是那么简单、啊、不过就因为南北藏传太复杂，所以不知道我们又开出印度佛教史又跑出中国佛教历史来、啊、怎么跑出那么多这些，就因为、啊、我没有办法单纯了啊，因为你很多问题会问，哇，这么那么南北藏传弄得那么复杂，我就要告诉你一些原因，为什么那么复杂，所以又开出这样的科目了，可以了解吗？好啊，所以这就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弄出来的了。好，来我们看看三皈依文了。好，好，来啊，三皈依文请宝传读一读啊。十六三皈依文一巴利文 Buddha Saranam Gacchami， 我皈依佛，或我以佛为皈依处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我皈依法，或我以法为皈依处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我皈依僧，或我以僧为皈依处。二大乘自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意。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智归一身，当愿众生同与大众一切无碍。好的，我们来六十华严。好，没关系，你们去这里听了。好了，继续看一下，这个是三归一文呢、啊。那么三归一文呢、啊，这个啊，不达萨曼那嘎迦密，达拉萨曼那嘎迦密哈，这个巴利文呢、啊，在南传非常流行，他们都很习惯开头念不达萨曼那嘎迦密。那么泰国啊、缅甸啊，还有斯里兰卡哈，全部都是念这些的。因为巴利文本身是没有，它是有文字，它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呢，缅甸念缅甸的版本，泰国念泰国的版本，不过他们都是这样念的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有些唱歌还蛮好听下的，就像清唱就很好听、哦、那我们北川呢、啊嗯、北川呢都是、啊、念自归依佛、哦、跟梵拜在一起的，我们念的是北川比较多、哦、那你要懂他意思，同学你不懂他意思，因为在北川呢、啊、常常你去到诵经、哦、你是不求神解的，他也解释不到，你可能问了 也没有人解释给你知道、对于三皈依是什么回向的意义啊，你就只是个就是在唱罢了的、啊、有可能会这样，所以一定要通过佛学、哦啊、进行解释、哦、它会比较更好了、哦、那么呢在于、啊、南传、哦、两个版本的三皈依各有所长了，像这个他讲、啊、我皈依了佛，以佛作为一个皈依处，就是说我已经好像回家这样、哦，那么我皈依法，以法为皈依处，这就是不以别的地方为皈依，那我皈依身，以身为皈依处、啊、那么在大乘是讲什么，他说、啊、我皈依了佛、啊、我希望一切的众生、啊、可以体解，可以了解得到这个成佛的大道，了解成佛的大道就发无上的心，就是菩提的心这样子、啊、那么自皈依法、啊、我现在皈依了法、啊、那我希望一切的众生、啊可以呢深入经藏三藏十二部，过后呢就智慧啊像海那么的大、哦、那么接下来就是自归依身、哦、我归依身中，我希望一切的众生呢、啊、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是这样的，因为啊身的定义啊都是要四人以上成身，那么古代啊都是大团体的，那么大团体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可以、啊、同理，就是尤其是我做头、哦、我又可以跟全部的人unite起来，那么以什么unite大家、啊、就是第一以佛陀的经验涅槃来统理大家，那第二呢就是呢以规矩来统理大家，所以呢皈依僧的话希望我们呢、啊哦、可以领导僧中和合一起、形成一股力量来让佛法久住，所以统理大众一切无碍，过后呢没有障碍，管理一切僧中没有任何的妨碍。好，同学，这一个呢就是可能呢、啊、要让同学，这个可能你们的书没有的。好，同学深入经藏，经藏呢就要回到去三藏了。好，三藏，三藏。好，无上心，这无上心是指的是菩提心来的、哦、菩提心来的、哦、而不是菩萨菩提心、哦、菩提心来的。好，归众同理大众啊、哦、这个众是牵涉到身众，这个没有关系、哦、好，就菩提心跟三藏、哦。好，这个菩提心跟三藏啊是作为同学的功课、哦、我看一下先哈，那就是我看一下 search 不 search 得到先哈、啊、菩提心啊，同学 Wikipedia 有啦、哦啊、菩提心、哦、OK 三藏啊、哦、应该 Wikipedia 也有、哦，三藏啊 Wikipedia 也是有了 OK 好，好，我看同学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边，那么呢